边讲是什么？前扎。前扎，提脚后扎。有了，提脚后扎，上面要怎么看？可能旁听在往，不旁听又要付钱，可能后面财神是前面我们捧着，是后面那个灯。那玉女穿梭，还后面还过来旁听一下，你要再拿对不对？我就觉得要继续打，不然记不住嘛。可是还是130块一个月的吧？他这就两个月，两个月的可是你旁听还是130块？旁听130。啊，130块一个月的，你还是要付两个月的钱。那是云锁，不是，我还要到那个云锁，然后摆脚叠叉。金鸡独立，道光学，好，我对十字脚有问题。高碳码之后是十字脚，对不对？高碳码，好，十字脚，搭手。嗯，左手跟右脚。看完之后。嗯。你可以做。单手你也可以不做、哦，开。好，这个是指当锤，然后是猿猴探果。哦。确定了。这次可以确定。哦，这是上部七星啊。